生呛大虾。慢点。好鲜啊，活虾就是鲜呢。嗯，还没开口呢。在身上。嗯。好吃，香啊，这还真是鲜的呀。这个就是第一次吃，吃不惯，但是之后吃了几次就爱上了。嗯，之前一直都吃活虾，不是吃那个熟虾。真的吃生虾之后，我感觉生虾比熟虾还好吃。涛哥太逗了，真的，你看就吸两个虾脑不行。你干啥？你要给我洗澡啊？啊？没事，我吃点葱吧。海鲜味儿，那人搁海鲜酱油泡的，太厉害了，这太好吃了吧？